大家好，沙漠玫瑰开花非常漂亮，大家看一下我这盆沙漠玫瑰，现在呢又开花了，今年第二次开花。沙漠玫瑰的花期每年5月份到11月份，要想它反复开花，叶片停止生长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做三步。第一个，光照。沙漠玫瑰是非常喜光的植物，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。八月的光照呢还是比较强的，光线太强，我们要适当的遮阴就行了，防止叶片被灼伤。第二个，要想沙漠玫瑰开出品质高的花朵，我们每隔20天用真根藏花型营养液给它浇灌，含有丰富的磷钾肥，能促进沙漠玫瑰花芽分化，让它开出的花更加艳丽。第三，控水，等盆土完全干透之后呢，过上4-5天再给它浇，反反复复，你的沙漠玫瑰就能花芽分化，开出漂亮的花朵。好了，喜欢沙漠玫瑰的花友们，我们牢记这3招，你的沙漠玫瑰就能反复的开花。好了，再见。